主厨间相互讨论层层把关，顾好食物的美味，从备料开始，像蒸牛番茄，职工一颗颗去皮。你要要做麻婆豆腐，一定爱听。啊，那无听？无听歹食，这店铺要要要吞落来，要赔出来。有团队，大家会冲，就倒一组，大家拿来拢有有咧做伙啦，安尼出来，咱就免惊啊。 大声说不怕的正是相机窗口杨吴秀月，大家喊他三嫂，家庭主妇勇敢承担，就是因为有相机老兵和具备团膳经验的志工做后盾。层次面不一样，好，那我就是负责算量，好，那还有菜色的搭配跟菜色的，切，好大小这样子，好，那三嫂哈，她就是负责，哦。 配合我啦，哈，所以哈很感恩，这就是我们是最棒的组合。有人勇于承担，有人乐于配合，跨区合作，经验传承。虽然不在课堂上，皆是练心，也是另类的大精进。大爱新闻潘玉珍、简元吉，台南报道。